特斯拉车内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建议车主们打开。这个功能不仅燃油车没有，甚至很多电车也没有，它就是驾驶室温度控制。很多教大家降能耗的视频说要关掉这个功能来省电，但是省电和安全孰轻孰重，大家要拎得清啊。在懂车帝下车中，几乎所有品牌的车辆在暴晒后，车内的甲醛等有害物质都会严重超标，这个时候我们进入车内会严重危害身体的健康，而且车内的物品在高温下会增加自燃爆炸的风险。特斯拉的这个有助于车和人都安全的功能，强烈建议大家把它打开。打开 AC 表示车辆会自动打开空调制冷来降温，温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。无 AC 表示只有风扇启动进行热气排放，当电量低于 20% 时，这个功能就会自动关闭，所以无需担心它会把电量耗完。这里是设计师聊电车，为你分享更多新能源的用车体验，点赞关注。